家好，我是 Alita。 接下来由我来跟大家介绍12月即将上市的新的产品。首先是大家千呼万唤每日面膜系列终于上市了。这一次上市的面膜是面膜的又一次重大演变。为什么给它这样的一个评价呢？因为它能更精准地甄选成分，以创新的面膜布连同打造综合强效效果。首先是它的成分升级，特定成分让效果更加的明显，温和又安心的成分又让肌肤倍感舒适，去除不必要的一些成分，只留严格筛选的成分，配合专用的面膜布，因为它是使用自然提取成分制成的一个面膜布，它使用了含天然海藻纤维等优质纤维构成的面膜布。这种纤维啊，它能饱含大量的水分，可以更大程度地传导到我们的皮肤上，因此使用面膜的过程中，面膜也不容易变干，并且可以向肌肤有效地释放出活性成分，而且在使用过程当中也不易卷边呀、浮起呀，拥有出色的透明度，皮肤的感受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心，让你的肌肤日新月异的焕发美丽光彩。并且这套每日面膜系列针对不同的肌肤烦恼定制了三种专项效果的面膜，它们分别是一号面膜，每日保湿补水面膜，二号面膜，每日水润亮肤面膜，三号面膜，每日营养弹力面膜。一听名字大家就知道对号入座了吧，非常的明显。那一号面膜呢，三重锁水，首先自然保湿成分构成的保湿复合物，里面有大家熟悉的玻尿酸，再加上特定的海藻专效面膜布，添加了五种舒缓成分，神经酰啊、泛醇啊等等，这五种出色的保湿舒缓成分实现着高效的保湿效果。再来看看二号面膜，二号面膜水润亮肤，含有亮肤小能手烟酰胺，以及由四种亮肤成分组成的亮肤复合物，通过海藻专效面膜让肌肤有效的吸收，实现提亮的效果。再来看看三号面膜营养弹力面膜，让肌肤实现紧致弹力的功效。我们在这款面膜中加入了紧致保湿复合物，它含有三肽，还有水溶性的胶原蛋白，康普茶复合物，康普茶呀是一种红茶发酵后的提取物，通过高分子聚合物凝胶形成薄膜，有效地促进吸收。有了它们，想解决什么样的困扰就对号入座吧，尤其是面膜在秋冬季节显得尤为的需要。这次全新的每日面膜严格甄选成分和创新的面膜布，给我们带来美丽升级的解决方案。